家咧就带大家游览下呢个河边景色。咁我梗系坐下车啦。因为我都是第二次揸啦，咁我咧就专心揸车。沿路大家都是听住音乐，欣赏一下河边的景色。好啦，开始。Thank you.
又嚟到呢個卡法咖啡，60秒出品新鮮現磨，呢度係有凍嘅咖啡飲嘅。對面岸呢就是一個福海河寵物營地，這裡果然是一個 pet friendly 的好地方。前面這個呢就應該是監察這個福海河周圍的環境，可能看看有沒有哪些地方被人搞破壞啊，或者哪些需要維修啊之類的，它放監察用。沿路咧都有屋企你嘅洗手间。如果唔系揸住一个板车咧，其实我系唔会去到咁远嘅。揸车又唔会嚟到呢度啦，系咪？咁啊，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交通工具，俾我游览下。哦，呢度盡頭咯，終點啦。好啦，而家翻轉頭。哎呀！所有嚟嘅人咧，其實都係清潔工，加上呢個鐘數啦，應該冇人嚟嘅。呢個標好正喎，呢個橋底超正。
又到咗盡頭啦。哦，佢話係2500米。好，再嚟個。